好，今天要看什么书呢？外太空。外太空。你想成为太空人吗？会。可是我妈妈说我没有要坐火箭。但是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太空人呢？就是要吃很多面包吗？有面包，你要把这个大面包全部吃光光吗？哦，妈妈说了，不可以吃太多。哦，然后等一下要吃面了。然后那这个来看书吧，这个先收起来。哥哥大面包，拜拜！你放旁边睡觉哦。那你要跟我说。胆小鬼。这是胆小鬼。这个。耶，这是去美国滚！爸爸，我长这样子高。那个在量身高啊。为什么量身高？因为太空人他要经过那个检验标准啊，身高体重都要符合标准才可以当太空人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啊，那个是握力的那个练习。握力的那个练习。对啊。练习什么啊？练习他的肌肉啊。肌肉。对啊，不是鸭肉啊，也不是。只要把它用变成圈，变成圆圆，放在里面吗？没有，它这样握，它要力气很大哦，因为在外太空很多东西都是要一个人去完成。